他就是可以一次跟六个女生一起聊天，每个都是一样的。他那时候抓到教学宝宝，他说我可以改，他改一次。奇怪的小东西在亚马逊上面卖25.99元，而且卖出去了上千个单位。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是那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我们学校的警告单。听说三只警告就是小货，听起来很不错吧？那你会为你升学的道路补偿你的想法？对，才刚进来哦。那个警告等于一只小过哦。来不及哦。老师会怎么害你？那老师他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？虽然他们都很坏，但是还是很可爱，谢谢。是玲珑，可以来当海王了吗？哪一位？来，他有什么心机呢？他就是可以一次跟六个女生一起聊天，每个都是一样的。完了！他那时候抓到教学宝宝，他说我可以改，他改一次。总之就是，我好羡慕啊，宝宝哥。